everybody， 我朋友，我是战神瑞瑞，今天拭目以待，就是我的开箱惊喜。哇，这是很久了耶，这是从几次了啊？好像很久了哦，从去年2018到现在。反正现在打算想一下要取什么名字好，所以在一过年的时候我就想，应该取这个名字比较好一点啊。所以今天我要开两个箱啊，好，我给你们看吧。现在，哎，等一下，我不知道上一次会不会太废啊？你们还记得吗？因为我发现到我的第一个字老样子，按下去就可以了。So, 好了，我正常的方式啦。OK， 不然有人讲我，哎，战神太过什么，太过无趣，战神你太幼稚了吧，战神你太中二了吧，我就担心这句话，所以至少正常先喽。首先我开第一个，哒哒。就是 Prados 啊，我相信大家在 IG 的时候有没有看过吧？啊，如果还没有 follow 我 IG， 那我给你们看吧，记得 follow 我 IG 哦。这个 Prados 我知道你们大家比较熟，如果不知道没有关系，我再介绍多一次。这 Prados 很像简用餐具，这个呢它使用法很简单，可以一天吃一个或者是两个都可以，切记不可以吃一天超过三次哦，只能吃两个。OK， 所以我教你们怎样用吧。海兔法师时间中足半或者十二个小时，也上课或者是上班的朋友们，一天只能吃一个也是可以的。还有一个排毒法，早餐直接空肚子，你喝牛奶、果汁都可以，这两个都可以哦。然后后面过后午餐、晚餐都可以吃，你晚餐吃前就是你要吃晚餐之前呢才吃。一粒二选一啊，就早餐前吃都可以，或者是晚餐吃都可以，这样子的话你可以避免你的宵夜了。如果你们很想超级无敌想瘦这么快的话， OK， 你们可以吃两颗，早上吃一个晚上吃一个都可以。早餐晚餐要吃之前呢一定要吃，就是比如说今天早上我要吃之前呢我先吃一粒，过后我回来晚餐时候吃一粒，就但是要避免一个问题哦，你要避免那个淀粉量的问题，千万不要，不然真的是很肥哦。你们也看到我这么肥吧，就很像我那个挑战时候吧。还好是五天的关头。然后介绍第二样的物品，这个物品是什么呢？哒哒哒哒，这个是米卡热，看到吗，各位？它这个是擦皮肤变白，你们不要以为我是很娘娘腔，其实我很想爱美的，因为我很想变瘦、变帅，然后变白一点，这样我吸引美女哦。你看我最近又黑又肥了，所以我特意买这两个开箱给你们看。所以现在我要打给你们 show 给你们看怎样用了。OK， 所以我没有介绍完 ，sorry。这个呢 ，Miracle 是补白的，你可以擦脸部都可以，让你见效样子。如果你是擦皮肤啊、身体都可以啦，只是见效你要看到它效果。如果是脸的话，比较快见效，最多是三分钟；如果是擦身体，最多是两或者三个小时这样。所以我会给你们看怎样使用啦。OK。So, 各位，你们看到我100cm， 这不是我的手，是我妈妈。还记得那推车吗？不记得，按那个link。So, 现在我教你们讲用这个 Miracle。So, 差一点，点，本来是手指，但是，晚餐前一定要，我们要避免淀粉这样子。开始涂这个，
要等它慢慢见效才行。So 第二天先，拜拜。好了，各位，今天最后一天了，我这个零食呢吃光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量到底有多少？94.5，不过没有关系啊，有见效一点。我之前呢本来是到100，不过到94啦，还有见效一点的效果。不过看自己多才有见效啦，真的对我有帮助一下，让我变瘦了。不过最重要的是你们不要吃淀粉量，所以呢，你可以购买这个哦，还有一个。这个 MiCare 啊，它让你涂白最好。你们最近有看到我脸白有白吗？有没有像男神啊？好了，这个 Miracle 哎，效果不过不要吃一点啦。这个也是，虽然有见一点效果，如果吃了几次，应该是有见效啦。不管你们是男女老少都好，你们可以用。如果你们想要买这两个物品哎，好，我给你们的东西。这个是它维 C。这个是他的 IG， 你可以联络这个位 Christine， 我的英文不是很好，艾文小姐可以跟他购买哦。但是呢，我没有打广告，也没有业配啊。好了，我们的影片差不多到尾尾了。如果你超级无敌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按 like、share 给朋友看。如果你是新来观众，请记得按 subscribe button。如果你是看到订阅的话，你也按下去，放心啦。这四个把它不会咬人，如果它真的咬人来咬你时，你就喂它吃这个，还有擦这个，它就乖乖吃了。没有啦，这个骗人的。好，等待我们新video啦，拜拜。